请收看《慧心世界》金刚八节波罗蜜经。心中一想。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金刚经就是在谈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就像金刚钻石那么的坚硬，那么的亮啊，才有一句叫做金刚心，金刚就是心，心就是金刚。但是我们的心是光明的，为什么会有黑暗？就是被我们的念头，念就是头，是念头把我们的光明那一颗钻石啊看掉黑啊，钻石那么硬，你没办法把它打破，只有一个东西可以把它打破，而你钻石那么坚硬，记也记不破。尤其我们徐博士啊，他研究科技那么厉害的科技啊，这飞弹炸弹枪弹也打不破，你看金刚啊，钻石那么坚硬哦，但是一个东西可以打破，就是烦恼。烦恼可以把这个钻石挖个悠，磨的全部都是像尘埃微尘，就金刚经里面所开示的微尘。所以微尘很细微的，它还是存在的烦恼在里面，所以我们的烦恼那么真是甩甩不掉，擦也擦不掉哦。所以就是要我们要修行，我们从天上界还没来到世间的时候，佛已经告诉我们了金刚经，你要了解到世间上来有各种的烦恼哦，你怎么样才能破除这个烦恼啊？世间上有你爱不到的，拿不到取不到，什么拿不到的，要要不到的，造成烦恼啊，就是我们的念头嘛啊。所以我们的念就是我们的思想思维，所以古来我们很多学士界的古圣贤人啊，他们用头脑去讲了，但是用心把它开发这个智慧出来的，结果我们现在的人把古圣先贤的留下来的智慧语言书我们都用头脑在想而已，从来没有把它放到心里来，
把它开发出来，转化出来。所以各位同修啊，你们啊身边有三位修行人跟在旁边，而一个是谁呢？孙悟空啊，一个猪八戒啊，一个沙悟僧。那你幸福边我也有啊，幸福边跟着三个护法在旁边啊，中间就三藏啊。这一三藏是谁？我们的灵性就三藏啊，我们的活性就三藏来代表啊。身边有三位猪八戒贪得要死哦，孙悟空脾气爆炸得很啊，你要跳起来啊。沙悟僧啊，就是没有智慧的哦。所以每个人都有三位护法，没有做三位护法的请举手啊。面都炸了，有没有带来啊？这三位护法有没有带来？有哈、哦！你们从天上界，哇，出生那一口气开始，哎，那呢？哎呀，我出去去烤枣，那也无在善啊！哇哇啊！烦恼咱一生都路都歹行咯，而且哇哇，在善这样啊！那怎么办呢？哦，开嘛，唔知边个开，开不了。哎，这嘛是这三位护法其中一位嘞。哦，所以我们投胎来到世间那时，我们都忽略了，我们的心的就是如来。哦，所以佛啊，啊老祖啊，圣人啊，告诉我们如果要用心啊，用心就用过去的经验，酸甜苦辣涩的经验啊，那就是我们的心就有如佛教的释迦牟尼佛啊。他为什么会成佛，成为佛，成为有大智慧的，就是出生以后看到世间很多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战争啊，各种的烦恼那么多，所以他才要离开这个家，烦恼的家，去寻找一条永恒的生命。而、在外面跑了六年也没有结论，到最后还是要坐在树下好好做反省，做忏悔，反省与忏悔所得的结果就是心，就是心啊，不是念头。你用念头想你过去的一切啊，事已灰，喜怒哀乐。然后从里面很客观来看到自己过去的糊涂事啊，然后这有相当正确的自我审判啊，自我反省和忏悔，不要再发生哦，那叫做心嘛。所以每件事情都有一阴一阳，阴阳阴阳阴阳，是非是非是非。所以太极里面，我们的太极的 logo 里面，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哦，这是阳中有阴，叫什么？你对的事情不一定全对，你错了也不一定全错，里面都含藏着真理道。所以当一个人他失败了，他就会非常的懊恼。哦，那有原因的啦，
在天上界，金刚经就开示我们了，世间的所有一切的经过啊，都是有各种的磨磨考考在考验着我们。有如昨天啊，我们高雄道场，我们吴师姐吴老师啊，带着他们学校啊老师的夫人啊，夫人呢，她生病了，一年来生病了很严重，但是呢啊，这个病到底在哪里发生也搞不清楚，而夫人也是当老师，一直很自我抱怨说，哎呀，自责，我生这个病害了先生，害了孩子，让他们没有妈妈，害他没有老婆，就很烦恼。在前几天连站都站不起来啊，那么先生就会到处问神嘛，去问啊，问通灵啊，通灵了就说他以前他背了炸弹啊，去炸死人家，背着原子弹去投下去啊，去炸死很多人，所以现在来他要生病啊，所以这个整个这边右边全部都痛，脚也痛，不能走路。我高慌啊，哎呦天下姐，那怎么办？哦，那一些修行的跟他说，你要捐钱才能会好。那我当老师，我哪里有那么多钱可以捐？吼，就很烦恼。好了，我们吴老师，哦，吴师姐呢，就带他来。啊，要昨天要带他来的时候，前天还不能坐。还不能站，结果昨天来了，从天梯，一直爬起来可以走，啊，昨天等了一天到傍晚，昨天，啊，我们也是属于共修嘛，哦，这上课啊，书信班的上课，上课完了才来看我，啊，师父奇怪，我今天在这里也不痛，站了一天，坐了一天。也不痛，原来跪着就趴下去起不来了。哦，到处听说有什么因果啦，因果力怎么样啦，才会这么严重。我说你什么时候生的啦？哦，他就属马，庚为山，哈哈哈，本身天心他就破了嘛，啊，元神无火也睡破，今年无火又太岁，所以今年有病检查没有病，没有病就有病，就是很难过。哦，到处问啦，烦恼那么多啦。我说这是一年，若是没有这样啊，那一些有修行的护法神跟你说要很多钱，要捐钱。啊，你不会一直找不要钱的地方来。哦，所以找了到这里，我说谁说要钱，不要钱啦，啊，哦，钱呢不能解决事情，心悟了，心的信心能量有智慧了解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好了。昨天很高兴了，用走了，我香给他拿上去擦，走上去又下来，没有感觉身体怎么样，这什么？这念头智慧不够，就不知一切法，所以会有烦恼，烦恼就把自己的金刚的心看掉呀，整个每天在那边，先生，很爱太太，啊，那你在家里休息，我去上班就好了。哦，他在家里不准，只有想，一直想说，哎呦，我还有年轻啦，先生也年轻啦，孩子也小啦，若是死翘翘了啦，孩子怎么办呢？
哎呦，先生呢？又要照顾孩子啦，又怎么样啦？爸爸妈妈又在啦，什么都哎呦想跟他修。人不会死，烦恼会死啊。人是烦恼死的，不是破病死，你知无？恁大姐为讲有破病死去的，拢烦恼死去的，就是不知道心嘛，要修行啊。所以不知一切法，你会自己困住了。所以《金刚经》，须菩提啊，请示佛啊，如何降伏其心？而、那个心是代表念，他直接就进到心，把念切掉了，所有一切心被盖起来了，烦恼来了，都是由念头而来。念头而来就是贪嗔痴嘛，所以我要你们带着三位一起来了，孙悟空、猪八戒、沙悟净，这三位你们都带来，你了解他们三位的特性。孙悟空要怎么悟啊？要先悟这个空啊，先悟我们的空性，你就不会蹦蹦跳了啦。猪八戒要除八戒啦，去除八戒啦，啊，借什么？八正道的反面，哦，就是八戒嘛。啊，沙悟净，你要沙婆世界是，你要悟，啊悟，你才能够啊解除烦恼嘛。到最后来，三藏法师，啊，三藏是什么？经律论，你要有经，就是天上的一切法，宇宙的法，大法就是咒嘛，神理呀、啊，咒语就是神理呀、啊，啊、要经律，律就是戒律，因果论嘛，啊，因为身体不好，才会烦恼嘛。哦，这律，若是你违背了做人处事的法则，那你就烦恼多多嘛，心就被盖住了嘛。论，你要去证一切法，证道一切法，所以佛教的经律论啊，也是宇宙的真理啊，经律论啊，所以这个非常宝贵的三宝嘞，所以三藏法师每个人都是三藏法师的化身嘞。你还没悟以前是藏的，藏了、啊，藏在花里面。花里面有什么元素？我们在做有很多研究啊，这各种智慧的啊，你看里面有多少的元素才能花这么漂亮？它为什么时间到了它就会开花啊？为什么开得那么高兴啊？它里面有牵涉还有灵性嘛。哦，所以各位每个人的那一颗心就如来嘛，所以每个人都如来啊，就是要修要学要知一切法啊。那好了，本法门是台湾新生宗教，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与风水啊，在佛所传的法呢，在我们仙佛寺后面那边如来园那里有龙藏7246本啊，7246本这个经啊律论。那好了，现在王禅老祖道家慈航将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百家思想融为一炉，儒释道融为一炉啊，把它全部讲出来了。老祖借由师父的口
啊，全部讲出来了，汇整起来，到现在15600多册，600多本，里面有经律论，经是什么？我们的易经，还有百经，啊，都演化出来律，就是里面的法则。你违背了风水法则，门出去，水一直流，铅笔水，10个柱9个倒，还没倒呢，那很快也会倒。这是律嘛？啊，路冲过来了，哎呀，不倒才怪，不倒也要跑。哎，证明出来了，为什么会这样？违背了经的法则，宇宙的法则，律违背了因果法则，违背了戒。啊，戒律，戒律就是不可犯，啊，不可违背的真理嘛。论为什么会这样？那你就要把它广泛的来作为研究。所以我们现在叫名为唯心道藏。所以道还没开发出来前叫做藏的，藏的唱掉呢，啊，你已经开发出来变成文字来了，把它藏起储存起来就是藏嘛。三藏里面藏什么？三藏一二三里面一个要先悟空啦，一个猪八戒啦，要个杀悟僧啦。哦，这个都是说三藏法师。各位同学啊，你们来到世间上来，我们走了一趟世间啊，是你要悟，要有智慧。哦，这个都是我们今天共修啊，要告诉各位了解到人生很重要的就那一颗心。心在哪里？一切你过去经过的经验光明面的累积啊，留在脑海，进入在四田里面啊，那不好的全部都已经过去了。世界上你过了几辈子，过去天子帝王那么多的天子帝王啊，这本天子帝王录917位天子帝王，日本124位天皇，韩国也是中华民族的后裔195位天子帝王，他们哪一个把江山留住了？没有。所以所留下来是什么？是给我们一个警惕，给我们要去觉悟，要去觉，要悟。你悟了，一切世事无常的事情。所以你悟了世事无常之后，那要找什么？就是要有智慧啊，那就是我们的心。哦，所以心就是过去一切所经过的光明面累积为智慧的，就是为心。过去生生世世你所经过的山河大地的江山财产名利妻子富贵，那全部都没有留下来，所以我们死掉的时候手放下来，什么都没有拿到。哦，这就是什么？空空的啊。空空是什么？叫我们要放下来，把这一些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么所留下来的一切的经验，留在了在我们心中的智慧，那叫做如来，也是经中所开示的真正的32相的总根源，就是心啊。祝福各位。